来来来来来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开箱一个新手把。之前呢，我们都是用什么？各位，就是我们右下角这个容易手把，还有这个幻兽手把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用这两个嘛。但是呢，各位，今天我们有新的手把要来推荐给大家。我相信蛮多玩家应该会知道这是哪一把哦。没关系，不知道的就让你知道，知道的就当做复习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手把，总共有两个颜色，一个白色，一个黑色。那是哪一只呢？来给你们看，嘿，哇，没错，各位，刚刚已经有人猜到了 ，Legend Seven Pole X Legend Seven 这个传说第七代手把，而且它的外观造型是根据萨尔达、旷野之息、王国之类的造型去设计的。这个是白色、黑色，你们等我一下 ，OK， 哇，长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背面长这样子。妈呀，手把真香啊！黑色的已订购，各位还不买爆笑哭了。我靠，我都还没讲完就订下去了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先来开箱，来，我们就开箱白色、黑色。其实我已经开了，因为昨天我用了黑色。那我们先来开白色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各位，这个拉出来的时候，哦，盒子拉出来，哦，看看这个包装啊，掉出了一个连接线、产品说明书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，各位。哇，咱们的主角，来，我们把它拿起来。哦，这个包装还不是一样，依旧相当不错。我们把它直接打开，哦，哦，哦，非常的漂亮，有没有？哇，它是镶金的，哎，你们看还会反光，有没有？然后它这个表面是利用那种雾面的材质去做设计的，摇杆背面的感觉，觉得跟当初的龙椅一样，是那种防止汗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子。手把的按键那个反馈，你看，哦，这个是水晶按键，还不错。好，这个是白色，先给你们看外形。那黑色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啊，有没有？一样是雾面刮砂材质的表面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这手把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有背面按键，全新的特式涂装。重点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来，这两个手把，我觉得最漂亮一个点是，当你开机的时候。Wow. 有没有看到？哇哦，它有呼吸环的设计哦，呼吸灯环，白色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它会有一个呼吸光，而且这个它的亮度是可以做调整的，甚至是它的频率都可以做调整。哦，那我觉得最漂亮的设计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然后这个按键，我觉得最漂亮是这个，你看，如果你用这个视角看，有没有？它其实这个按键是镶在里面的，所以当它发光的时候，你们看哦，发光的时候。喂，有没有？它就会特别的有感觉，哇，非常非常漂亮，哇！一发光就是有点难对焦，有没有？你看 ，nice， 哇哦，它的摇杆这一次很厉害，你看，金属摇杆的设计，耐磨提升直接100%，很棒。那这个手把的那个持续性、续航性啊，是大概可以让你玩24到30小时左右。那持续待机的话，可以长达1200小时。它也支援陀螺仪，哦，一样跟上一款龙翼手把一样，也有自动连发，同时还有5段震动跟远端唤醒这功能。那支援平台呢，一样 PC、Android、iOS、Switch， 没有 PS5， 就是这样子，就这几个平台几乎都可以直接拉到，还不错。一样也支援18个月手把漂移的保固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手把跟龙翼款差别在哪呢？就是说它的。后面你们看到多了几个按键，后面多了总共6个按键，有没有？这两个小的是所谓的震动的段数调整，就是仅适用于 Switch 游玩的调整而已。还有一个啦，其实是7个按钮 Trouble。这个 Trouble 的话，就是跟原本的龙翼款一样，就是所谓的连发按键的设定，你就是可以设定说哪个按键要有连发功能这样子。哦，就是这个 Trouble 按钮。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这个。这两个小的跟这个两个大的，这个是所谓的按键复制和按键记忆，简单来说就是聚集按钮，应该听得懂吧？来，我们直接来试给你们看好了，有没有？它是有一个 N R 键跟一个 N L 键，这两个按键小颗的，你只要按住，然后呢对它进行一连串的聚集设定之后呢，再用这个所谓的 X R 跟 X L 键，当然这两个的设定。除了聚集以外，你也可以指定按键。简单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复制。像我们打磨好了弓箭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有时候你会切屏嘛？像这样，哦，然后我们边打边切，
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都会边打边切这样。好，像我们切屏，我们通常就是会设定到按键的上下左右键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把，比如说哦，上键排在这个 XR， 然后呢下键排在 XL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比如说我们要去设定的话，表壳的 NR 键把它按住。按住之后呢，好，我们要比如说这个是上键，好了，按一下，放开，它会震动一下，这样就完成设定。所以我这时候我这颗按键，我按一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手在这边哦，它就是这样子就会直接复制上去了。那另外一边一样，战斗的话会变得比较方便一点。那如果假设我们要把这个指令键移除的话，一样就是 N R 跟 L R 其中一个有按键记忆的，你只要长按。不要按任何按钮，放开它就会震动一下就移除了。好，两个按钮就移除了，非常非常的方便快速。那这两个还有什么？除了就是指定复制按钮以外，你也可以指定所谓的指令按钮。那我们就是按住一个按钮，然后呢指定说人物要干嘛，比如说，好，滑一下，射一下。好，然后呢这时候按钮我已经按住，放开。这样之后呢，如果我按这个聚集键，就刚刚的指定按键，按一下，我人物。哎、欸，它就会自己动了，哦，有没有？屌吧？那另外这手把也有支援所谓的陀螺仪，哦，你可以直接让它输入到你的那个 Switch， 好、哦，那它的陀螺仪系统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连接 Switch 稍微试一下，我觉得应该会蛮不错的啊。陀螺仪，把它打开，哦，来，哎呦哎呦。哎呦哎呦，哎、欸、可以耶，他的陀螺仪，我觉得也 OK 哦，这个没有说不好，很棒，他陀螺仪瞄准，可以，非常的 OK， 好，我们试完了，关掉。再来就是说，这个手把呢，它除了可以像我现在有线连接以外，如果你的电脑或者你的笔电有支援所谓的蓝牙功能，你就可以直接让这个手把跟那个蓝牙直接连接上。当然，如果你的电脑没有蓝牙，那你也可以另外买他们的这个，哦，就是 PC 手把连接器。好，这个手把呢，我们现在直播下面的说明栏下面就有连结，你可以点进去，然后它就会有这个手把的 banner， 有没有？那购买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点右下角这边，可以直接按购买，它就会直接显示购买的连结，还有页面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只手把原价是2190，那现在新品上市的售价是1690。然后另外，你 Switch 也有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蛮赞的啦，刚好有给我，就这个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我打开看一下，哇哦，还蛮不错的哎，这可以让你装在 Switch 上面，放在 Switch 的萤幕上，还有这个修音抗的设计有没有？可以直接让你套在你的修音抗上，像这样放上去，然后装完之后呢，两边就像这样，整个装起来就变这样子了，各位有没有？哦，跟图片上的一模一样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摇杆啊，摇杆有没有？你觉得哎不习惯，没关系。它还有这个可以购买，就是所谓的摇杆套哦。整体呢就是这样子，欸，可以购买一下。OK， 那么这么不错的手把，我们一定要来试打一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用这个手把玩弓箭，打个诡异客服天回龙。OK， 好不好？我们来试一下 Legend Faven 究竟打起来感觉会怎么样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OK， 哎，哦。哦哦哦，差点！哇，好危险啊！
OK。啊 ！OK， 就这样，不错啊。来，最后，如果你是国外玩家，比如说你是马来西亚、啊、新加坡啊，可能澳洲啊、美国啊，如果你们那边买不到，没有它的实体店面，或者是说没有它的电商，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去它的官方 FB 粉丝团，我那个下面那连结，他们都有那些资讯，那你可以问他的客服说，我如果跟你们买，我汇款给你们。你可不可以寄给我？是可以这样子去问他的。如果 OK 的话，基本上你在哪个国家都可以购买。所以有兴趣的各位就可以参考下面的连结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，谢谢。